奖区，耶耶！现在要来领奖赏啦，没错，小杰的这一组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花生卷冰淇淋，然后他是从新庄的八里渡船头的阿中老板，欢迎你，欢迎。经过两队的激战，恭喜艾瑞和瑟琪获得胜利，现在就请老板来示范一下怎么做出好吃的花生卷冰淇淋吧。首先在铁盘铺上润饼皮，利用刨刀把大块的花生糖刨成粉状，再将花生粉倒在饼皮上。接下来的重头戏冰淇淋，特别准备了凤梨和芋头两种在地口味，最后加上适量的香菜，把饼皮卷起来，超美味的花生卷冰淇淋就完成咯。究竟这道台湾小吃会不会受到 Red Velvet 的青睐呢？艾瑞和瑟琪赶快试吃看看吧。噔噔噔，怎么样？怎么样？好对哦。嗯，好吃吗？好洗手哟。好吃，好吃，好吃。瑟琪吃了香草的感觉怎么样？香菜的，香菜，香菜，香菜。국수있는거드셨는데어때요맛이有吃到香菜吗？생각보다그렇게고추향이강한느낌이아니에요되게시원하고땅콩맛이많이나서其实因为很清爽，然后那个花生的味道好像有点盖住了香菜的味道，所以很好吃哦。算是蛮特别的。但是温蒂跟那个耶里他们想吃吗？想吃吗？想吃。耶里是要问的是，충분히밥먹고싶我想吃，我想吃。那不然这样子好了，让他们两位做给他们吃好了，反正他们刚有看呢、啊，可以吗？아니면슬기씨랑그아이린씨가만들어주세요웬디씨하고그예리씨한테미칠마맞아맞아요맞아요맞아요먹고싶어我想吃我想吃那做给他们做给他们 OK 吗嗯저희가하나씩만들어드릴줄게요他们要做给他们吃好 OK 那我们就请那个 Irene 跟瑟琪来就我们的那个中间位置来操那我们也请来做这个冰淇淋对也请老板在旁边帮我们盯着一下看他们做的如何那冰淇淋部分就请老板帮他们挖一下了 好不好好来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看平常的交情好不好了你们可以做小小的或者做很大份都可以好不好好那第一个步骤呢我们是不是要先拿那个饼皮对不对好的，接着就是一人拿一块饼皮，先拿那个润饼皮。好，来，先拿那个润饼皮。对，拿一张，薄薄的哦，小心破了。要帮瑟琪拿一下哦。好，好，下一个步骤，老板要做什么呢？要刨这个花生粉。自己刨吗？还是好，让自己刨刨看好了。那我教你们怎么刨。你这个拿起来之后哈，那我 OK 来，你这样拿起来之后，这个这样握住这边，然后这边对，然后这边往后推，对，这样子 OK 好，谢谢。试试看，哇 ，Irene 试试看，要有一点力道哦哦，힘을좀써주셔야돼요，小心手哦，손조심하세요，有哎有哎有哎，哇 OK， 然后撒在上面吗？老板他刨的好吗？有八十分了哦，八十分！第一次跑就有八十分了，80分吧，那是艾丽丝。好的，哦，他对成员很好哦，对他给很多，分量很足哦。哇，艾丽丝，땅콩糕를많이주시는데요지금？이게맛있더라고요，因为觉得那个花生粉很好吃哦。OK， 换瑟琪，换瑟琪。小心手，我勒个，好难呐！老板，这个你打几分？不错，都及格了，都及格 ，OK。只要是美女就及格了，对不对？슬기씨도합격점수받으셨어요小心手，小心手，손조심하셔야돼요好，接下来就是冰淇淋的部分来。那我们现在就挖冰淇淋的部分。ice cream 을넣겠습니다。两个口味都要给他们吗？그 Irene 跟 ice cream 그맛이두개가있잖아요그두개다넣으시겠어요아니면하나만타로타로타로
저는要芋头的저는만들어주시는분의선택아무거나전다좋습니다 Yeri 要那个芋头的但是 Wendy 的话就是看他们做什么他就吃什么哦好我没看过输的还可以点餐的怎么这么好好好OK 很酷哎，那两位都要香菜吗저는넣어보겠습니다好 Yeri 的要加초도 Wendy 的也要加好 好, 好试试看但加的量多或少就看两位了哦全部对全部全部好的那接下来是香菜的部分香菜的部分究竟会加多少呢就考验他们之间的感情啦哇那个什么哇好要加多少呢 Wendy 不想看看究竟色起会加多少呢哦哦哇哎呦还差点漂亮的女生做感觉也很漂亮的感觉真的好哦现在这边要进行包了还记得怎么包吗老板这样可以吗很厉害哎哇很厉害艾瑞很有天分很厉害艾瑞是真的很厉害包得很好哎用我们这个色旗也包得很漂亮哎，平常两个都有在包一些什么蛋饼还是什么之类，是不是很厉害哎？春卷之类，哇哦，哇哦，好，现在都做好了，当然，那色旗是要给 Wendy 嘛，对不对？设计师的 Wendy 是드릴거죠那我们就往台中间移动，谢谢试试看。要喂他吗？为什么这个音乐啊？是要变身了吗？噔噔噔！好吃吗？어때요맛있어요好吃好吃有吃到香菜吗 Wendy 的吃完感觉怎么样不要太大口头会痛哦吃太大口头会痛너무한꺼번에많이드시면안돼요머리아파요이거조금싫은데好吃吗好吃好吃好吃哦喜欢他们喜欢吗맛있어요진짜맛있어예리씨는어때요고수맛이좀제가원래못먹어서 강하긴한데아이스크림이랑이땅콩의가루가맛있네요 OK 有感受到成员的爱在里面了吧고수의양으로느꼈습니다OK 好的那其实这一关呢也算是每一个人都有吃到我们的甜点啦对那我们要进行下一关毕卡索粘土大赛赢的话也有美食哦第一次来到我爱偶像为了 Velvet 就送出满满的可爱魅力无论是唱歌撒娇还是唱中文歌都难不倒他们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景色小姐会被电得心花怒放明天的玩偶像要继续跟 Red Velvet 玩游戏各位雷贝露要记得持续锁定 NTV 哦